展现出玲珑多姿的一个身材，尤其在越南当中，这个白色呢是他们很常很常见的一个服饰，也代表了他们这些女性们极度缤纷的美感。哇，各位给他们鼓励鼓励好不好？温暖的笑容也衬托出越南女性最精致的美丽，还有内涵，展现出的美服饰，红色兼橘色的一个碎花布料，让人们呈现出缤纷璀璨耀眼的风情。这服饰在各地最受瞩目的焦点的服饰，呈现出的是我们荷花、莲花漂亮、婀娜多姿、娇媚动人的气质。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不妖，最动人的写照。来，各位给他们掌声。黄色是也是在越南当中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个颜色，就像太阳一样的耀眼。金色也是富贵吉祥的一个身份。Beautiful。好，节目中呢也呈现出高贵典雅的气质。各位都知道，身材都很好，尤其这紫色，让人家感觉非常非常舒服跟温馨的感动。这些服装呢，都是我们越南的什么女性，她们平常在各种的大型活动也好，重视的颜色。也感谢有相当多越南的弟兄姐妹们加入我们中华民国的行列，让他们平常在越南这个国家的生活风华带来我们台湾，让台湾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又增添了相当璀璨耀眼的风采。美不胜收，越南姐妹赞，三，来，越南。